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抓的鱼，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好，这里是被追的到处乱跑的小铃铛呀呀。Hello， 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《驯龙高手》第四季。感谢我们的收看。首先咱们回顾，救命哥哥，首先咱们回顾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哈哈哈哈，我是用我的，利用我的智慧，涂了一条四阶龙。没想到它居然是条绿色的公龙，没有获取咱们想要的龙蛋，所以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我在线下又去找到了一条那个黑龙王，它是五阶的，希望这一次能够夺取它的龙蛋吧。待会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嗯，好的。哎呦，我的妹妹啊，你应该庆幸你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多个难得一起追你啊，这次有四个，你应该开心哎。我应该开心吗？这里应该还有一个，我再打一下他，就五个。好了，我跟小铃铛在线下找到了那个侏罗纪的那个房子，咱们待会过去看一下。这边分析仪里面分，哥哥，这里有个小偷，暴龙 DNA。Nice， 哥，你看这里有个小偷哎！我先关心的是这个暴龙 DNA。在上期视频那个暴龙 DNA， 我不是跟小伙伴们说可能这个暴龙是霸王龙，但是他们给我解释了，暴龙是暴龙，霸王龙是霸王龙。反正他们的解释我也不记得了。完了，哥哥。仔细看一下几个人。仔细看一下这个培养舱里面有一条草丛小。我就在眼睁睁的看着你被他一刀呼死。好了，咱们等待的过程中，咱们去一趟那个侏罗纪的房子吧，就在这边。嗯 ，TP 吧。然后就是这一栋，他房子里面是不是插了很多火把的？这里还有一个村民，皮匠，臭皮匠吗？哎呦。谁打我？谁开枪？这里有那个 DNA 测序器，这是测序这两台机器，咱们给它带走啊，合成器。哇，拿走。手脚这么快的？对呀、啊，哎，银石可以拿走。附近没有房子了，就每个村庄它就生成这么一栋。然后咱们接下来我看一下这里还发现了一个蚂蚁穴，这个冰蚁它是怎样驯服它的呢？这里有一只小蚂蚁，这小蚂蚁会打我吗？我的天哪，这蚂蚁好大呀，这是小吗？哥哥，这是大蚂蚁好吗？这个哇他偷了个仙人掌，你看到没？头顶着一个仙人掌，屁股，他好了解你哦，会主动攻击咱们的。我怎么感觉，我的天哪，越来越多啊，有点像是异形哎，掉了好多肉，这个肉是蚂蚁肉吗？这个应该是它的皮，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拿这个东西驯服它？刚好刚好这旁边有个冰蚁穴，咱们过去看一下，就在这里。海蓝宝石，是那个星辉魔法里面的必需品，就这里。咱们直接拿火枪吧，蚂蚁它不是怕火吗？我的火枪没有火了，小心点啊！这罐子可以打开，这里有罐子啊！哇，真的都可以打开，里面还有手稿呢。拿稿子录。哦，不是拿稿子录，直接右键的，好多罐子啊！这是他们收集的东西吗？对呀、啊，好多石头哎，可以卖钱，哥哥把它拿走吧。来了，烧死你们这些小蚂蚁！这
里应该有一只那个母后，配蚁后，哦，好大一只蚁后啊！母后，它好像掉了一个蛋，我捡到一个蛋，啊！这个应该，哇，它屁股一大一小，一伸一缩的，还有蝎子啊！产卵吧？这里还有蝎子，你看到没？这是蝎子吗？这个是蝎子吗？是变异的东西吧？咬我一口，我还会中毒。这个，我看一下这边。这个以后咱们要不要打他？不打吧。烧死你，输了没？我的天哪，这里面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掉了好多肉。这个蛋应该是可以孵化的，这个蛋。芦荟全拿走，我喜欢芦荟。我感觉他们这里四通八达的耶。什么声音？谁在开枪？我怎么还听到史莱姆的声音？哦，这里有箱子。手稿已经没用了。盈利。精力可以带上。你这边有发现什么东西吗？已经开完了，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东西。这边应该是出去的路了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就获得一个蛋，然后就这个东西啊，我也没有弹药了。感觉我拿着枪打他们给了我一种那个大战异形的即视感。哥哥，你看一下，等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这啥？就这个箱子里面，你看，就这个箱子。哪个？里面你打开看一下，凉快。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皮跟一种肉吧？不知道。这里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也是个箱子呀。这也是个罐子。这里好多罐子啊。还有骨块，居然还有一根胡萝卜。他们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捡。对，生牛肉，没有别的了吗？没有了，走吧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。那个暴龙 DNA 应该培养出来了。这边有个人。哎，培养出来了。谁啊？这个暴龙蛋，直接把它孵化出来吧。刚好我这边。在这里建了一个小猪圈，对，这家伙会不会出生的时候就咬我呀？那百科全书又见他寒冷，他好冷，哎，温暖了，再给他插点火把，插多了会不会直接把它煮熟啊？可能。这进度有点慢，烤蚂蚁吃了，不是烤恐龙吃了。进度有点慢，暂停一下吧。它在抖，哎，出来了，好可爱啊！一颗史前蛋孵化了，好可爱，这小家伙好可爱。不就是霸王龙吗，哥哥？暴龙，应该就是霸王龙，它是胆小的，用骨棒。你能不能不拽着我打了？什么丑什么眼？用骨棒来驯服他的。他现在是未驯化，应该是需要那个什么圣什么宝石来驯服他。这小家伙居然不咬我。按道理来说，我搬家了，拜拜。按道理来说，他没被我驯服，他应该会咬我呀。来，给你吃两块肉。肚子还饿吧？饱了没？饱了。好，饱了就好。这个暴龙确实是霸王龙，没错。好了，走吧，咱们接下来去，来吧，迟早要面对的。这里有铁矿，钻石沙子，死神之死，来吧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刚刚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获得了什么？你刚刚获得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成就啊？
我有成就吗？你自己看。不知道呀，哥哥，我提醒你看一下。死神之死来吧。不知道，我背包里面东西都丢给你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了。不懂。给你。为什么你莫名其妙获得一个成就？这个木灰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木灰之前、这个、之前我也有的呀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液态琼脂。干什么你、啊？你看一下，你拿了之后会不会获得是哪一个成就呀？不，我刚刚就被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被死到一定的程度吧，应该是。对。我觉得可能是。走吧，就在这里，直接挖进去。看到了没？你要了老命哦。他这黝黑的身体，哎，你别挤我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里堵起来。你要打我一巴掌干什么？不是我打的。那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哎，你看，我打他身体在抖动。看见了，我也在抖动。不要撞我的枪口行不行？你能不能踢进去？你能不能踢进？你能不能踢进去？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你让我怎么踢过去现在？我这么多死亡标记点，我要找哪一个？你让我找哪一个死亡标记点？反正我不管，是你自己撞到我枪口上的。等一下，哥哥。我好像在你旁边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哥哥帮我挖一个洞。好，去吧，屌毛兽，去吧，屌灵兽。好了，打他呀，掏出你的枪呀。大哥，我没有枪。你不是给了你把那个双管猎枪吗？你看他怎么打他都不醒来。你是不是放了个屁把他给熏晕了？又或者是喂他吃了什么？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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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我的屁给熏醒了！哇！他在喷那个了！哇！我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打下来了？你刚刚应该不。刚刚应该不要靠近他的。你说我一个屁把他给熏晕了吗？真的，你刚刚应该不要靠近他的。他还在吗？没醒了吧？哦呦，吓我一口跳。所以哥哥，你可以再给我挖个洞吗？走开，我看是这样能不能打得他。我需要我的房。打不中他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哪去了？我看到一个好大的东西，这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好像有个巨魔在里面。这个家伙背着一根什么鬼东西啊？龙呢？龙哪去了？哦，看到他，他在上面，你走去吧，屌毛兽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我这条黑龙王好凶啊，简直不要太凶、啊、哎，你咋被他杀死的，哥哥？不知道。安息吧，哥哥，你看你的墓碑上面写着安息吧。可能是他的口臭把我给熏死了。去吧。哎，终于找到了我的墓。我觉得把这里全部撸开，然后我站远一点，你还能咬到我，我就不信了。他在哪呢？告诉我他的位置在哪。就在天上面，在那个洞的上面，哥哥，他变聪明了，他跑到我们待在那个洞的上面去了。那我换个地方，没有，哥哥，我可以勾引他过来。
我换个地方，我从这里挖进去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哥哥。哎，隔空打猪吗？打鱼吗？你好惨哦！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夜煞？这么凶的，我的木哪去了？拿去吧。知道也不告诉你，告诉你你也不说。你现在在哪呢？我在翻箱子，反正他不打我。嘿，这个应该是我的木。好，走。就打我，就打我，就打我，就打我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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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本大鱼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本大鱼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哼！我回家了，再见。六了，这确认过眼神，这条龙真的还是咱们惹不起。就算是有这个方法也惹不起。哎，他好像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只要不靠近他，咦，我可以直接这样把他给磨死。抖抖，疯狂的抖动，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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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他血量有多少。哎，你又获得一个什么成就？哈哈哈哈，哈 M M A 哈。我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我去捡了一些工程师的锤子和剪刀，然后把它卖出去了。暂停什么？我又把这个龙给磨死。应该就差200多点血量了。我的天哪，用了我4组的子弹。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难打？相比上一条龙真的。我估摸算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有20多分钟了。还不死啊。我直接走进偷他菊花了。哎，他现在不还手了，不还手了。他可能觉得垂死挣扎没有用了。死了！快！你去摸蛋！我相信你的运气。蛋！有蛋吗？有。Nice， 安徽的对吧 ？Nice， 不要笑那么猥琐，太恶心了。咱们的夜煞下期可以出生了。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小霸王龙跟这个小贱贱给他，小爸爸跟小贱贱给他喂饱先。哎，为什么奇了怪了，哥哥？来，小爸爸，七右呀，七右了。还没长大，他还没长大。来吧，咱们先。哎呦，这小家伙出来了。我没关门。你有双神吗？双神我可以买一个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没有。哎，先不管他吧，不管他吧，咱们先结束这一切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